在游戏公司里面选呢，第一个是选平台，啊，第二个是选营销能力，第三个呢是选产品。当然这个这个排序我个人是偏向于有一点这个先后的啊，确实爆款游戏对上市公司的短期利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呢游戏这个行业很多的游戏它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啊，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就起伏啊，它的不稳定性会非常的高，反倒是有一些平台类的公司或者是依靠一套长生命周期的游戏持续不断的推出续作类似的赚钱的公司倒有一些。